桃园市政府农业局以国际莲花园为主题，在以莲花闻名的桃园市观音区举办了结合各色民俗风情的莲花祭，主打异国风情来推广在地产业。联合中心本身呢，周边就有十几公顷的莲田可以看，这一次莲花祭有19个农场参与，分散下去其实游客能够承载的量是很多，有的可以吃，有的可以喝，有的可以玩。从主会场放眼望去是一大片莲花田，在偌大的花田中也设置了莲花步道，让民众可以悠闲漫步在莲花田中。此外，农业局并与文化局、原住民事务局、客家事务局等一同在莲花祭主会场举办了各式能展现地方文化特色的表演活动，让民众能感受到台湾多元文化集结的魅力之处。民众亦可前去各家休闲农场踏青、赏莲，享用特色莲花餐点。一个休闲农业区的推动不是农业局一局可以做好的，因为交通呢、文化啦、观光设施啦，都要各局处来配合。透过各局处的参与，休闲农业区的话是把农场结合起来，推动整个区域的发展。莲花祭这次就是在这个精神之下，提供了多彩多姿的活动内容，所以让活动呢也更加的生动，游客一年比一年更多。这所在地在观音，这属于客家地区，所以客家事务局就准备了一个礼拜的客家舞台剧，游客来了，地方大家都做好迎客的准备。在这过程里面，透过各局处分工，透过我们各社区的参与，让莲花祭它更有在地性，那当然也提供所有的观光客最好的一个文化体验。在主会场内，除了设有神似澳洲墨尔本莫内湖的莲花故事馆外，周边还有许多各具异国特色的休闲农场，有如一座绿意缭绕的秘密花园，且带着法式风情的熟食餐厅，以及能一边饮茶一边感受古色古香建筑风格的百年历史古厝，还能前往品尝到各式莲子创意料理，及体验坐在大王莲叶乐趣的莲园，拥有大片草坪适合亲子同乐的南洋巴厘岛风格农场餐厅，满足民众想出国度假的心情。今年的莲花祭第22年，那年年要推陈出新。今年最重要的特色是说，因为大家在疫情过后想出国，可是出不了国。出不了国呢，我们就打造了特色的莲园，所以我们有6个国家的一个莲园的特色在我们6个农场里面。那今年透过这样的行销，游客比往年更增加很多。拥有多样地形与丰沃天然资源的桃园，延伸出许多富含在地特色的农产品。近年来，农业局也积极与休闲农业合作，推广伴手礼，让远道而来的民众能与更多亲朋好友一同分享在地美味。南白河、北观音，这南北很有名的莲花祭呢，互相的支持，互相的肯定。我们不是只有赏莲花，也不是只有做莲叶，我们很多的莲藕、莲子、莲的一些产业。透过各式亮点活动，打造结合在地特色及异国风情的桃园莲花祭，达到活动多样化及教育的目的，吸引许多游客们纷纷前来一年一度盛大的桃园莲花祭，为这个暑假出游风潮揭开美好的序幕。希望这个今年莲花祭在恢复的过程其实每一年活动都很多人来，那我们周六周日的活动现在决定要恢复，那也希望这个能够让这个观音的莲花祭的热情把这个瘟疫驱赶结束。莲花祭在去年前年都打破100万人游客的记录，配合行政院农委会的推动，透过农委会的辅导，透过跟台南的经验交流，所以让莲花祭一年比一年精彩，内容更丰盛。我相信今年的莲花祭会比往年呢更加的盛况空前。2020桃园莲花祭，欢迎大家来玩。